我说真的，你睡醒你就想吃那蛋卷，我搁哪儿去给你找啊？你说你那烤蛋卷它也没个啥特殊香味的，有味儿的话我还能循着味儿去给你找一下。你真是折磨狗啊你！妈，我今天不想吃小甜瓜了，我吃好几天我给吃腻了的。你给我换口味尝尝的，你给我买的啥呀？我瞅瞅，这手要砸哦，蓝莓呀、啊，你给我整了2盒，那这蓝莓不知道酸不酸的。那你自己想吃啥呗，你买点自己吃呗。你让我帮你拿一盒，我妈拎得动不？你要叫帮忙说话啊。妈妈，小叔帮你拿一盒呗，你一个人提了2盒了，咱俩一人一半呗，一人分担一半，你给我一盒的啊？对，就这样的，走，妈妈回家。哎妈，这蛋卷没给你买着了，咋整啊？妈，这咱俩要不在，就溜达溜达，给你把蛋卷买着，咱俩再回去啊？你说呢？妈，我准备好了，蓝莓洗好了吗？小叔坐，哎，小叔坐下了。妈妈，我想吃蓝莓，哎，咋的咋的？哦，握手呀，啊啊，小叔握手，小叔握手手，啊啊，谢谢妈妈，谢谢妈妈，娘娘。它挺甜的嘛，这不酸。妈，你给你自己也洗点呗，你别都给小叔吃啊，我想跟妈妈一起吃啊。哎，我还才夸完你，你给我整的这啥使出啊？你这个，你为了骗我多喝点水呀、啊？我不想喝水。哎呀，我想吃点蓝莓呀、啊！妈呀，怎么吃呀？哎妈，我鼻子杵进去了，妈，我快又不能呼吸了啊！这个鼻子，哎，不过我吃到一颗，嘿，我吃到一颗。